家有喜事少不了我。加油！快点，快点！哎，起来！快点！快点！从第三根这边 ，Go！ 不要偷懒了，你们两个。会酸才是变强壮的开始。没错，这个动作可以锻炼你的核心、下盘的稳定度，从手腕、手臂到肩膀力量。经过今天的训练后，你要飞镖向左，它就绝对不会向右。听懂没？听懂了。很乖。是吧？哦呦，好沉哦，这个砖头。哎呦，请问你带这个宝贝在身上干嘛？身为一个专业的咖啡师，有两个枕头在身边也很正常。现在还借我一下吗？请。我一定会射中三个红心。委托之吻，你等着。啊，不是说要还钱，带那么多人来干嘛？钱在家了。哎呦，三八的，真的来还钱哦！啊，带那么多人来吓我一跳。我话啊，阿是讲啥？你不是讲你是八大爱伫咧屁股的？哪里麻烦帮我卡一通电话给八大爱？我改阿下是一个，话讲完，我马上带人走，钱坑的。啊，卡电话啊！啊，哎呀，哎呀，是可以打啦，但他这个时间应该是在睡午觉，打过去给他吵到他会生气啊！哎，算，卖啰嗦啦，今日啊，你也想要摕到钱啊，叫我甲八大阿公接电话。啊那无啊，恁一身五银啊，拢唔免想要咋走。好啊，你要我打我就打哦。但如果吵到他，你们一个一个都宰戏啊。我就打咯，我真的打咯。
太老。我打。哎，吴文川啊，那个八海都还睡午觉醒了吗？还没啊。哦，没什么了，不是什么重要的事，就一个叫阿水的、啊。哎，我们找他要债，他说一定要跟八海都还讲到电话，他才还钱。啊哈，不然这样子好了，那都还睡醒了以后，你跟他讲说这个阿水要找他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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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先这样哈。你都听到了、哦，八海朵还睡醒就会找你。至于他会不会生气，就看你运气了。嗯，笑什么笑啊？我朵海呀，就是八海朵海呀，抓出来呀。我朵海在讲啊。八大呀，早就已经退出江湖啊，无咧管这营养事啊，所以啊，恁这好笑的，小心你啊，伊哪有可能插你啊？恁两个啊，真正把我当笑的啊，也命想过长难。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？虽然它现在草呢长得比较长了。我当然记得啊，之前我们在这里讨论向往的生活，还说要远离都市，然后在那边种种树啊，养鸡养鸭啊，一起过着简单幸福的生活。嗯。Hey, 你是不是忘记我们在那边讲过的话了？然后你就啪。你干嘛吓人呐、啊？不是啊，他就千惠嘛，他不是在那边抱怨说，哎、欸，姐，这里小黑文好多，然后都没有便利商店，手机也都没有讯号，麻烦下次不要再带我来了好吗？你学的好像哦。嘿哦。不过说真的啊。这样子的一个梦想家园，一直都是我想要达成的地方。住在这里的有我，有你，还有喵喵，雨慧啊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让喵喵可以在一个快乐的环境下成长。嗯。那如果我有做不好的地方呢，或是做不够的，请你不吝啬的告诉我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谢谢。别客气。哇，如果可以在这里有你有喵喵一起组一个家，那我应该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。啊，老天啊，你怎么那么厚待我啊？让吴子良出现在我的生命中，谢谢你啊！谢谢你啊！也谢谢你。我也谢谢你。哎。啊，好煞风景。谁呀？啊，借一钱借。哎，等等，为什么你有讯号？然后千惠了没有？他手机烂吧？好吧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我是警察，请问你认识杨文川先生吗？认识啊，请问杨文川他怎么了吗？杨文川先生受伤进医院，抗伤势失误与他人斗殴受伤昏迷，医院通知我们警方，我们在他手机看到这个号码，所以打电话过来问问看。文川，我接到警察的电话说你打架住院，那
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要好好工作吗？你为什么又跟人家打架？你说话啊！玉慧啊，你先冷静一点，听文川怎么解释。